今天我发现我的 iPad 玩游戏的时候没有声音，就是我当年特别喜欢玩的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可是没有声音。我把它开到了最大声，我看一下啊，就是最大声也没有声音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要是播放这个音乐的话。To survive, I'll 就播放音乐是有声音，就看这个小红书呀，就是各种都有声音，和 YouTube 呀都有声音，就 Play Game 没有声音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，把这个拉下来，把这个取消一下，就这个小铃铛的这个。然后再打开我的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有声音了。